我哋睇下现前嘅社会，夫妻唔和，点解会唔和？佢里面仲有个重大嘅因素，就系俾第三者挑拨。自己听到之后，信以为真。唔深入求了解，两个人彼此怀疑，彼此唔信任，咁就将成个家庭破坏咗啦。人哋离间挑拨呢种系缘，因系乜嘢？因是自己曾经做不善业，我们自己时时破坏人家，到后来果报还自受，亦有很多人来破坏自己，一定的道理的。夫妇家庭是这样，你的团体、社会、国家亦是这样。